我是陈佳，一早来到 Glossika， 开始充实的一天。我是于婷，我最期待每个礼拜的开会，因为常常会发生一些好笑的事情。还有呢，你们对做饼干有什么特殊的状况？目前没有，又听到几个声音，要再来一次。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讲所以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我是佳媛，剪音档虽然很有趣，但是。嗯，你睡了。我是永毅，上班难免会肚子饿嘛。啊，肚子好饿哦，好想去拿零食哦。哼，又想吃东西了。算了，没关系，反正我也想吃。我是嘉玲，遇到不懂的地方问就对了。等一下再来讲，我有个小问题。为什么一直在？意思不是第二个吗？不是，这是副词，副词也要在它的前面。我是建明，来到 Glossika 让我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哎 ，Jeremy， 你在学什么程序啊？可以教我吗？我在做我们网站的字母游戏啊，可是我现在有点赶。是哦。晚点再讲讲话。好好。哎，建明，你现在日文念到哪了？大概800多句吧。那讲几句来听听吧。好啊，像是今日は天気がいいです。今天天气很好吗？嗯，有没有？还有像是昨日私は本当に疲れまし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昨天我非常的累。我是宇琛 ，Glossika 让我遇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我是实习生，欢迎来到 Glossika。实习 Intern 大学 ，Beyond Learning at Glossika。I'm an intern. Welcome to Glossika。大家好，我是 Glossika 的实习生，欢迎来到 Glossika。저는 Intern 입니다 Glossika 의 어시고슨환영합니다안녕하세요 Intern 입니다 Glossika 에여기서나해实习生欢迎来到 Glossika。Welcome to Glossika. Welcome to Glossika. Welcome to Glossika. So, I'm going to be here at Glossika. I'm going to be here at Glossika. Welcome to Glossika. You guys are cool. You guys are cool. I'm so cool.加油！谢谢，谢谢。学习 Intern， 我要唱。应该有800多句。800多句。